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比马克还要高的格雷斯。大家好，我是坐在巨人旁边的马克。就比你高呀，我就是巨人嘛，你这个小矮子。你就坐个比我高的凳子，有什么不起啊？就高那么一点点，你就比我矮嘞。好像是矮一点点。我们今天小桌子又搬出来了。又辛苦你了。对的，你看，就是我们又要做这个美食节目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400次咖啡。哦耶！其实我不是爱喝咖啡的人。我也是，就是我喝咖啡，我也是只喝冰美式的那种。因为我觉得喝咖啡之后会很想上厕所，所以一般不想喝咖啡，就是怕影响事情。对。可是上班我超爱喝咖啡，就可以去上厕所。你就是爱偷懒呗。没有。反正我更爱喝茶或者是牛奶。屁嘞，茶是我的。我一直喜欢喝茶。你天天学我。对，虽然我们两个都不是特别喜欢喝咖啡的，但是最近那个400次咖啡就太火了，看起来真的是很好喝的感觉。因为传统的它那个400次咖啡呢，其实就是手打的，但是最近因为它太火了，然后大家就发现就是拿搅拌机会更快，所以的话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，就是看一下手打跟这个拿搅拌器打的，就是出来的口感啊什么东西一不一样，就有什么差别的感觉。Okay， 应该会少一个用心的味道。喝不出来呀。自己能喝出来。那我们今天就挑战两种方式，然后理念性手打的代表，不是用机器的代表。我的汗已经出来了。所需要的材料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一个咖啡粉，就那种即溶咖啡，这个是我们朋友送的。对。我们自己不会买咖啡。还有就是糖，我们家就剩这么点糖了。真的哪里这么咖啡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热开水，好烫。对，我们现在还没到，就试一下。之后就还需要个牛奶，然后冰块这种东西就好了。如果等会我们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挑战点别的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我们可以挑战用那个奶茶粉，就是冲泡的那种奶茶粉。可以啊，玩一下看看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还有过期的抹茶粉。Oh my god！ 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，看看这抹茶粉打不打起来。听着很好玩。对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挑战开始吧。期待，倒进去吗？不是，我们这个比例是有讲究的，就是它这个比例呢，说是1:1:1，一勺咖啡粉，然后砂糖，然后这个热开水一勺，给你一个这个吧。OK， 400下是吧？对，400下，你自己数一数吧。我来了，兄弟。嗯，180下了。为什么你已经追上我了？感觉我们这种是不是只用咖啡？是不是水太少了？不是，水就这么少。但是听说他们说这个咖啡粉其实有要求的，就是有些咖啡粉是打不起来的。干嘛？好吧，我已经400下了，但是它并没有变化什么，就变成这种流动的泥水状。OK， 那我们先跳过这个咖啡部分，然后做奶茶。我们等会再去买咖啡粉吧。没事，我们当啥都没发生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奶茶的这个版本吧。哦，我很期待奶茶呢。一勺这个奶茶粉，糖一点点吧。OK， 然后一勺这个热水，哇，好香的奶茶味。哇，好甜啊！买的是这个减糖的原味，这个利顿的这款，就是这款喝的也挺好喝的。看一下啊，成败在此一看。安迪，给我打起来！失去耐心的格雷斯，哇，已经有点起泡了，这比打400次手打还累，举这么重的机器，它还是那种糖霜的那种，根本成不了型的那种质地。我们加点 whipped cream 怎么样？我也这么想的。哇，感觉这 whipped cream 里面加这个糖浆也很好吃啊。已经有那个咖啡的感觉，嗯，奶茶味的。尝看 ，OK。好好吃哦，上菜。嗯，这勺子是最好吃的，像切蛋糕的刀是最好吃的，像做菜的勺子也是最好吃的。哇，有了，成功了。这个说是咖啡都有人信啊，这颜色超级像。嗯，奶茶味的 cream。对，没有尝过，就做那种像打 cream 一样打成你这种小尖勾的就可以了。 OK， 那我们就打好这个奶茶霜，还挺好看。然后我们自己冰了冰块，你来砸吧。再倒牛奶。OK， 那我们就把这个奶茶霜倒在里面。哇、哦，很高级啊，鱼。怎么样？浮在上面了。对。OK， 它已经多溢出来了呀。嗯，
这奶茶味奶油太好吃了。嗯，喝上牛奶的感觉就是很中和，好喝好喝。它奶盖会先进入你的嘴巴里，在你那个上颚产生一种甜甜的感觉，然后牛奶再冲进去，冲到你的舌头上，也就是说你嘴巴里会有两种不同的层次，感觉就很饱满吧，就是上面甜甜的，下面又冰冰凉凉的，然后牙齿还可以咬一些碎冰，我觉得还是挺好喝的。如果像是你们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就不用放糖了，就有点像是奶茶味的奶盖的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或者加茶我觉得也很好喝，就是茶的底上面放一个那个奶茶味的 cream 这样子的感觉。嗯，我觉得也很好喝啊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尝试一下抹茶粉的部分，看一下能不能打起来这样子吧。再来一勺这个糖，来两勺吧，怎么样？抹茶肯定苦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是只加一勺水的量这样子。抹茶味好香，我感觉抹茶粉会打起来耶。真的吗？就是你看它现在已经有点那种感觉。哇，像史莱姆，绿色的史莱姆。这个和我衣服很配。跟我也很配啊。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淋在我们的 cream 上。哇，美味至极，流动的感觉。就很像那种生化危机里僵尸的血液，稠稠的，绿绿的。我感觉可以耶，就它能够有一种凝固的感觉。那我把冰块砸一砸。好的。破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冰块放里面，已经去捡冰块，其实算是比较凝固了，已经是。哇哦，好帅，还不错吧？我觉得。但那个染发膏，哦，有点。绿色头发，就是我觉得这种质地差不多了吧？咦。搞完之后的，就把我们的抹茶的这个酱倒在上面了。陷下去了吗？好像是。哦，陷下去了。你可以做脏脏杯。OK， 我们先倒一点点，然后我们挤 cream 上面，淋在 cream 上吧。好好好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也不错。我们创意料理啊。圣代的感觉。哇哦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有点感觉吧。淋的好看一点。我喜欢那个下面这一块杯子上有这个绿色的印记，我感觉很高级。好了，那我们的。哇哦。抹茶的部分我们就做好了。看着还行啊。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吗？嗯，它那个抹茶还挺浓郁的，没有太甜。这个要把嘴唇埋进去喝才好喝。好恶心一个你。嗯。哇，这还有那个抹茶酱在你嘴上，你舔一舔那感觉低啦。我觉得这种喝法适合用勺子。就这样子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就一勺奶，一勺那个酱。没错。还不错。嗯，用勺子好。现在很好。还可以，有点淡淡的抹茶茶味。对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式来这个挑战这个400次咖啡吧。我们刚刚去楼下买了这个即溶咖啡，是买的是雀巢的这款，然后还去买了点糖。Yep， 家里的糖不够了。I'm ready。你打两勺的量吧，怎么样？两勺咖啡粉，两勺的砂糖。好胖。看到这个量，我看到我肚子都胀起来了。我要3勺吧。哇，我们大晚上喝咖啡。Oh my god！ 两勺糖，糖只是调甜味而已，你可以自己加定量。我这是不可能不成功。不成功怪什么呢？不成功就是他们都是骗人。我觉得是碗不对，碗的形状不适合打咖啡。我开始吗？这么讲究的，等一下你要。18、90、10、11、12，也其实不用这么仔细数，就大概打个10分钟这样子。十分钟，我内存卡都要录完了。我也开始。哇！你这起泡起得很快啊。对啊，感觉还不错。哇，感觉起来了。不行，我要比你快。哇，我起泡云，我这个叫钻木。你看云，这我感觉成了已经。你这也挺好看的。对啊，我这个方法它已经变浅了，那个颜色。你看我这方法屌不屌？小手一搓，你这个感觉要转1000次才行啊。你这有点像巧克力酱了。对，不行，我要加速了。哇，我这个成功比我们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这么神奇啊？哇，好绵密哦！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已经成型了。嗯，我这样会把手上的东西搓进去。对啊，哇，我都行了，感觉。你看，你那好像可以喝。好棒哦，我这个，哇，家里都是咖啡味。好好玩啊，这咖啡搞了一天才感受到它的乐趣。你这已经开始有了，其实有点抽抽的感觉。我感觉我的可以装盘。你可以装吗？
好神奇啊！你看那咖啡渣，哇，太绵密了。哦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很有满足感了，真的，看起来，哇，好爽啊！晶莹剔透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感觉很成功，妹妹。好苦哦。OK， 这是好玩，但是不好喝吗？不是，我加糖太少了，可能。你好夸张啊！我一点都不夸张，这是我真实反应。我一开始以为在吃一个发苦的柚子。好苦啊、哦！好酸啊！这款怎么这么酸啊？黄子韬怎么回事？黄子韬。他融不下去啊！我想喝奶啊！我给他第二次机会。我操！又酸不酸，又酸酸甜甜的感觉，酸酸甜甜。我把它搅拌好。喝了这个，我对我这个手打的咖啡抱有一丝怀疑，我是否该继续前行？没有啊，你这个糖是正常的，1:1。好。就你应该这个应该会好喝，如果这1:1的比例都算酸的话，那就。这咖啡粉的问题，又是，我感觉你这还不错，大的。我这是爱的味道，好吗？你叫手打咖啡，手打咖啡是有手的意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可以叫打咖啡。感觉还是那个奶茶的好。哦，奶茶真的是绝了。感觉有啊，其实你已经有点那种感觉。有点你那个机打的机器打的那个最开始的几下的样子。最开始。那么绝望的。就这样子。我觉得我可以开始找冰了。OK， 我们就来加这个400下手打，纯正手打的。哇，怎样浓郁？手打就是不一样啊。是啊，我觉得手打肯定好喝。很丝滑的感觉。对的，没错，像德芙那种广告一样，是不是？一条拉丝拉过去。好酸。别，我们要强忍着胃说它好喝。小巧而精致。丝滑和鹅香香醇，这一小杯价值连城，像一缕金色的细沙。 哇，还会波动的，你看，哇，太满足了，果然手打就是不一样啊。我要尝一下我辛苦的杰作。哎，你不给我拍个照吗？我差点喷嚏打进去。酸死我了。这咖啡不好，好酸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喝呢。可是很滑。我的评价将成为最终的鉴定。面露难色，苦哇、哦！怎么样？哇，牛奶真好。好丝滑，感觉可以再打一杯，提神啊！这个。我怎么喝不到牛奶？我现在喝光了，我一口直接下去。找牛奶，这个你要有那种 commitment， 我就要找牛奶，就一口喝下去的感觉。哇，抹茶的好好喝哟，比这个酸不拉几的咖啡好喝。没有，没有用心的味道那个。你说我自己手打的，哭着也要喝完。好喝，真的。嗯，用心的味道就没这么酸了，它是甜的。没有，因为你这1:1的，我说了，这个糖是。好了，我们停止演戏，请说你真实感受。确实很酸，能跳起来了，这东西就是好看。不行，我感觉我肚子在翻腾，我要上厕所。真的假的？有一点。真的，你忍着。哇，你要去了？拿这个上了。我怎么知道你啊？你说忍不住要撕那块纸巾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挑战就这样子了。成功了。成功了，但是不好喝。给不好喝加个形容词，真的不好喝。还行，我觉得这种它附着力很强。对，就是一进去它就像个气球一样胀开。对啊，它这个因为它 很有厚重感嘛。对，在嘴里面。对，很绵密的感觉，充满你整口腔。对，它很轻浮的在我的口中肆意的作祟。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好喝呢？大家都说好喝。对啊，可能我们一开始喝的很太好喝，或者是什么奶茶抹茶太好喝了，有可能。在或者是因为大家都说好喝，我们的期待值就高了，一旦有了期待，就很大的失望。
没有，可是我们就算有了期待，我们喝到不好喝就会说不好喝啊。就我们按一比一来就是调的话，也还是盖不住它那个酸味。如果你做给你的室友吃的话，你可以加一勺咖啡加三勺糖，然后他喝肯定好喝，然后室友就默默的长胖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到时候试一下，就是就糖可以 double 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它的整个感觉。可以啊，我做给你喝。我做给你喝，我做给你喝吧。太辛苦啦。不行，我慢慢的打给你喝。但是真的就是就手打的话，就是真的会比较丝滑，我觉得。你的幻觉而已。真的吗？机器滋下也是这个样子，只是你滋久了就变成另一个状态。我要把这个干掉，我们就结束吧。还有这杯哦。Oh no， 不可能的。大家干杯，谢谢大家收看。Grace 已经举杯了，他就要喝掉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奶茶真的要试一下，真的特别好喝。做就完事了，别逼逼了，来吧。这么早啊？做这个呗，大家都坐起来。来，我们一起。拜拜。这啥呀？